家好，欢迎来到 Chaotic Times，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Bryant 布莱恩。那这个是一个全新 podcast 的前言以及简介。 Chaotic Times 呢是一个关于手表的频道，而我主持人布莱恩来做点简单的自我介绍。我是一个 YouTuber， 我的 YouTube 频道叫布莱恩的世界。那我非常喜欢手表，我也是一个手表藏家，所以决定开了这个 podcast 来跟大家聊聊手表，然后聊聊一些行情等等的。那这个 podcast 呢会以比较轻松的角度以及口吻去分析一级市场的价格、二级市场的价格，然后以及我们会邀请一些来宾，例如拍卖会的专家，还有一些跟我一样的手表藏家，去分享他们对于市场的感觉，还有收藏手表的心路历程。这个 podcast 呢会同时在 YouTube 频道布莱恩的世界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，例如 Apple Podcast 或是 Spotify 等等地方上架。那希望大家轻松的聆听，然后听得愉快，谢谢。I grew up in a place where they told you what to chase, told you how to run the race, every move was on the page.